我们争取让这期是你录过最难的一期。我的妈，这单时间最长，兔子活不了多久。那钟医生，你的美颜是开多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们新一期栏目的拍摄。然后我们今天来到的是挖唧唧挖公司，现在站在我身边的是三位挖唧唧挖的艺人。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我不是付娇娇，今天我是付思超了。大家好，今天我是话没有那么多的钟意轩。大家好，我是杨润泽。啊，因为我们今天其实是来到一个挖唧唧挖新搬的一个公司，你们知不知道最近你们的公司有一个大动作？不知道，五周年。哎，来来来，我不知道。我们争取让这期是你录过最难的一期，好吧？加油，加油。好，我们来进入环节一。小杨，你来读一下我们今天的任务卡。没问题。挖唧唧挖五周年一日员工体验赛，通过体验不同岗位触发各种游戏挑战，赢得挖贴纸，最终赢得最多贴纸的人获得本日体验赛奖品。神秘大奖。神秘大奖。他神秘大奖。好，那咱俩开始。各位老师们，不好意思打扰一下，有没有哪位老师叫高傻？高俊、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高俊老师。谢谢你。谢谢。没事啊。这谁的快递？快，你带着我走啊！我们在比赛呢，钟医生。比赛吗？这是小智吗？这是那个小智。是那个小智，快去。小智，为什么会有个你的快递？但是你都知道吗？剩三秒了，你赶紧。公司啥？他妈不传这秘密的啊！快点，快点。是因为我们慢，还是因为你们慢了？因为我两分钟，因为扣两分钟。什么玩意儿？扣两分钟？那我们刚刚结束了下一个环节，我们继续逛你们这个公司啊。这是一个感觉像一个阶梯教室的一个地方。你平时比如开会或来公司讨论一些业务的时候会在这边吗？当然不会。腾讯会议。我们是刚才分组还是我们要换？就这样呗。就这样吧。那不行。也行，我有点嫌弃。嫌弃吗？我的妈，这单时间最长了。直接选一个这个好不好？用假子音自我介绍，唱两句歌。这个付思超会，这个拽直会。越剪刀剪刀。大家好，我是杨润泽。救救我！挺好的。在现场，不容易。你是大哥吧？他说了在现场，你家在现场啊。RWKK 什么意思？ KK 是赵柯吗？你没事吧？你这个思路很对。看来不是。哎，作弊作弊，老师报告。2000 years later。要不行，咱就下一题吧。格物是什么意思啊？能不能再靠近一点点？你们平时跟东北朋友可能交流最多的这种方言是什么？马哲也没说过格物这个话。那马哲爱说啥？你瞅啥？你瞅啥？现在可以打电话对吧？可以啊。鬼脸塔利德，东北的朋友哈，马哲，你们的东北朋友只有马哲吗？还有张家园。我现在想到了，我可不可以不用这个机会，格格不入吗？干嘛啊？几岁啊？兔子活不了多久。五岁。他对了。来个公共的，来挖机 family peace and love peace and love man。十秒内说出三个挖机，一人带三点水。开始，杨润泽。杨浩宇。我们可以补刀吗？李润喜，张一豪，张一豪，我们三个，我不想跟你说话。张一豪，李浩宇，李润喜，田宏杰，那我们该说，公共的，我们是要赢的呀，钟医生，我们是一个 family， 挖唧唧挖 family， 误会我们啊。第一个说是挖唧唧挖公司2020年发行的三首歌曲，是公司发行还是艺人发行？公司艺人。猫是一种具体单位。我们抢答：一毫升美梦。风吹沙成海。啥呀？猫这种具体单位。说我们说过了，共同格。那不行，那我把他们三个也说一遍，那我们不就也行？快点，你们公司艺人的歌。问我？我们马上发行一首歌叫我，还有一首歌叫你。这也太好猜了，这猜不出来别玩了。丹妮姐，第三季开场盛夏，伊迪刚小娜英，
挖唧唧挖 logo 三元素是？哦，这个我知道，可以抢答吗？快答呀！你问我，你合作这么多次，我在挖唧待时间最长。我在挖唧待时间最长。绿色、粉色、白色、白色。绿色、粉色、紫色。是多梦，多么寂寞。请完整，背诵出明日宣言。你要不 OK？ 我 OK 个鬼！快说，来。你明号宣言呢？不标榜权威，只敬畏什么平凡。到你了，致所有怀揣梦想的年轻人们。他已经说错了呀，不是怀揣梦想，致所有身处拿出你的专业素养但向往明天的年轻人们。你们在这里，你是干这行吗？你是在这里，每个人皆不同。我们不标榜平凡，不标榜权威，只推崇平凡。真那么久，真的一个贴纸哎。我带网友问一下，好像三位都平时不太爱微博营业，来分别说一下自己的理由。我微博营业很多的。来，拽子先说一下你的理由。拽直拽直很拽。因为到时候再发吧。因为确实很多网友很长时间没有看到，比如三位一起玩或者是一起营业了。杨静，我们三个没有一起营业。在说什么呢？天哪！那这样。今天机会难得，我们第一次三个人一起吧。嗯，我们不如借此机会发一个微博。我们就发手，让他们看图猜，好不好？你知道什么叫 tag 吗？知道。你们知道这位女士的节目叫什么吗？挑染游乐场。什么？选录我们是什么节目？选的时候，原来我们今天在拍节目。看看公司。你们先带一个自己的话题词。终于选杨润泽、傅思超、挖机三帅。挖机三帅，我。别打名字了，我带你超话呢，搞美啊！然后呢？然后带上88和我们游乐场的名字，这个交给拽子。交给我干嘛？88那个是话题，然后小冉那个是@88 two nine 蛙是蛙，我绝了！哎，你们哎哎。我们节目叫什么？钟医生，你再说一遍。开心的小冉。你看得出来我开心了，今天。出发！三二一，谁表现最好？看起来发博最熟练的人，表现最好，给老师点谢谢。既然打错了，为什么还让我自己上手啊？好，我们现在到达了挖机挖人事部。姐姐，好姐姐，姐姐，姐姐，姐姐。救救我！好，按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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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现在就发，现在就发，发工资。三天没有吃饭，好饿。哎，你们三个可以简单毛遂自荐一下，如果比如说我们要换岗转岗的话，你们最想去的岗位是什么？然后让姐姐判断一下你们适不适合这个岗位。我可以做咖啡。我可以管钱，卷子。卷子说：“我可以做艺人。”卷子说：“我还是想当艺人。”我可以唱歌。嗯。姐姐们有什么任务来分配给这个弟弟们？可以请回答。资深挖人续职手册。深深的来了，我们公司的茶水间又到了分组环节了。那这回可以换组了。那这样吧，你一组，我们仨一组，好。这样，你跟傅思超，然后那个轩轩和那个拽子。OK。好，然后就这么草率的分了。草率。我答应了吗？是啊是啊，你也很不乐意吧？设计的话呢，就是拿铁。好啊，那他们拿铁，我们美式嘛，对，正好就美式。反正老板是喜欢美式。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没关系，直接开始吧，开始吧，开始。先倒吧，倒完这。不要拉花了，我们在拉个气球。
那种小装饰物，我别人有小花、啊、对什么小叶子那种的。我 DIY， 我去找一些食材。牙签也放两个，万一要扎那个呢？就是搅拌棒吧，拿两个，再拿根洗手液吧。现在已经先抢起了，刚刚看到我们准备这么多，他们来跟我们试。你们先走吧。你们的咖啡呢？我们一会儿在旁边呢。来，思超，哎，镜头先提前代表一下一会儿的获胜感言。我的获胜感言就是，哇唧唧哇倍儿牛！哇，他们怎么这么……哎，我们显得好捞啊！别过来，不许过来！哎，老师拍着啊，他过来，他要抢的话不行啊！怎么他们有那个蛋糕的？等一会儿把这个放上，放上那个。是谁做的？必须要选一个出来。请问是你自己做的吗？ Yeah， 不可能，真的，咖啡豆自己磨的。是的，拿什么搅？什么咖啡？什么品种的呢？来，蓝山的，埃塞俄比亚的，巴西的。我说答案是这样的，这个是巴西咖啡豆，这个呢它是巴西机器的。这都是公司咖啡机打出来的。是。好啊，选出一个优等的，然后给他们推荐。我觉得这个非常的豪华奢侈，然后呢浪费。说的时候花了什么成本，然后成本偏高，这是值得两个。那这个呢？还有主题奖。但是呢，我觉得非常的文艺，它简约，然后味道也不错，一人一个啊，这怎么可以吧？对。OK 啊，感谢。最后一个环节，我们真的有准备大奖，你不要小瞧我们。不相信？真的有。好。所以来啊，我们来查一下身上的贴纸。哇，好想要！好想这个啊，谢谢啊。谁有奖品啊？荣誉蛙人称号哇！哦，足金挂错，哦，好大呀！我有史以来最大的奖。那思超，我们在一起相处一下，我用你把变了现，直接我们一起吃的。这个，就输送给你。我们争取让这期是你录过最难的一期。好，谢谢，感谢大家收看本期小冉的游乐场，收看本期88，谢谢大家。那期待挖机机挖，耶，挖机机挖倍儿牛，耶，辛苦了，拜拜，打粉丝了，辛苦了，拿着你的证书。好，我以为你金子还给我，送了，真的。